阳光普照，这说明了我们协宇集团36年来的奋斗成功，六六大顺啊，这个是非常值得庆贺的好日子。尤其协宇集团所制造的产品，都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，特别是不论各种工商企业都要用得上的产品，它所提供的后勤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原动力之一。所以我看到整个家族啊，刚才董事长讲他们有4兄弟还有一个妹妹，刚好5福临门了哈，所以5福临门六六大顺的好日子。我特别要对于协宇集团还有大发公司的这个喜事表达我诚挚的祝贺，同时也期待这个非常杰出优秀的集团企业能够更加发达，更加创造更多的台湾之光。所以我想用协宇两个字起头的啊，后面用大发两个字结尾的，我16个字来表达我诚挚的祝贺啊。协力同心，底下一个大叫有容乃大啊，你们有包容，能吸引各方的人才，家族和谐，跟地方同心协力，员工跟老板，劳方跟资方，大家一起打拼，所以协力同心，有容乃大。后面的鱼呢，是羽翼丰满啊，英姿勃发啊。协力同心，有容乃大，羽翼丰满，英姿勃发。勃发之日，台湾之光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